今天六月七号礼拜三，在天母棒球场最后的一个比数，为雄龙队是以7-4来击败乐天桃园，收下了比赛的胜利。而我们的工作人员呢，回报今天的单场 MVP。5票对上4票，最终呢是投给了郭天信5票。哦，那今天的单场 MVP 就交给郭天信啊，郭玉正，这个枕头就再等等他。他去年是拿蛮多枕头，拿蛮多枕头，对，让一下。对对对。那今天两位的这个投打都是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棒，所以在今天的 MVP 真的非常难选。对，那也真的恭喜为雄龙队呢，在今天啊打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。赛后的一个时间呢，单场 MVP 的颁奖典礼在现场也准备要来进行。努力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还没啊！不要因为这一点又掉下去。今天郭天信是他说超波哦，不要这样了。今天四打数三安打，有一发的 solo home run， 带有4分打点的进账。今天真的是回归到这个打击啊，实力有这个完整的提升了，是。前面闷了好一阵子，所以在今天第一打席敲出安打之后，就知道郭天信基本上谷底反弹，有一就二，有二就三。在今天呢，3支的安打都是长打，也恭喜拿下单场 MVP。